我上次送给你的那对履，怎么没见你穿过啊？我怕穿上沈家姑娘亲手缝制的履，四处走，会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的。到时候，不光喜娘会怨我，妹妹，你也会怪我吧？以后，你要再想做履的话， 还是做给易中人吧。卫青，段大哥啊，沈家姑娘。段大哥，你也找皇上有事吧？我刚好也找皇上有事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哦，好。沈家，我和段大哥还有正事要办，你先去给小公主拿花球吧。 参见陛下，免礼。卫青，你也当舅父了，有没有看过小公主啊？有，小公主聪明伶俐，一进来就已见陛下和姐姐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可不知现在禀告公务是不是合时宜啊？啊，朕差点忘了，是有正事要找你们。卫青，朕先与你谈。好，段宏。 你还没有抱过小公主吧？来，卫青，来。啊。哦。这里啊，将近完工。以臣之见，可以在上林苑与建章宫之间再多修建几个园圃，集奇花异木，以助天下农务。 段大哥，你放松一点，先这样，轻轻摇就好。这手放在这儿，然后呢，另一只手托住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<笑>这里用朱墨画着，对吗？又何意思？这边围墙地基松软，需要再以岩石加固，还有这里的地基也需要重新修葺。哦。现在抱着你的是段叔叔，你知道吗？ 不哭，乖啊！来，我来抱。这块控制的地方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这是特意为军事预留的控场，可以训练卫卒，整编汉军。 好，卫青，你果然事事想得周到，没让朕失望，谢陛下夸奖。你不会是郑清吧？ 我是段宏哥哥，段宏哥哥，段大哥，哎，那你姐姐子夫呢？参见陛下，你跟朕说你与衣冠外女子有结发之情，这是真的吗？陛下，请听朕解释。乖，不哭啊，来，我来抱。 既曰归之，何有怀之？卫青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吗？
段大哥惊慌失措的样子，难道刚刚在抒发什么相思之情，怕被别人看见吗？我只是随意写写而已。随意写写，心有所感才可以随意写出如此诗句。卫青，你别胡乱猜度。这八个字的意思很明显。从前那心上人。 既然已经嫁人，为何我又要思念她？我想请问，那心上人是谁？现在想念的又是谁？你不要告诉我，你的那位心上人就是你放心不下的关外女子，还是她是你的童年玩伴、宫中幽兰，就是我姐姐皇上的所爱卫子夫？不是。 不要胡乱猜度。卫青，段大哥，从小到现在，你待我如亲弟，我视你为亲兄。崇玉以来，你叫我宫中规矩，又叫我健硕，我视你为良师。我遭人挟持，你舍命救我，我视你为救命恩人。今天我来。 不是要逼你，更不是让你难堪，实在是因为姐姐的安慰，不吐不快。卫青，起来再说。你对我姐姐的情谊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我今天看得清楚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：若今天看到那些的不是我，而是皇上。 后果会怎么样？我自知不该，我也不敢妄想，所以我对天发誓，只会把爱意永埋心底，以心默默保护她而已。你口口声声说。 要永远保护我姐姐，可是诲人妻室，一世四罪，何况是皇上的枕边人？你还有命保护她吗？兰花虽美，可以名花有主。段大哥，你这么做，要置君臣之义于何地？ 置我姐姐的安危于何地？我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凶险？我已经尽力避险，无奈我一直在皇上身边是避无可避。如果是避无可避，但只有一个字。 说来奇怪，我时常经过这里往返未央宫，从来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特别。可今日细细一看，竟发现这里景色优美，尤其是清静的湖水，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。
一起放竹筒灈的那条小河，这里的景色确实很美。当年我跟皇上乘船入宫的时候经过这里，就让我看得目不暇接。皇上那时候还怕我入宫会受委屈，可我却全无畏惧。宫廷之中的确纷争不断，你和卫青都受了不少委屈。 但一切都会雨过天晴。是啊，之前种种波折，不足为外人道。但是都已经过去了。如今种种恩眷，不可斗量，我已经知足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何刚刚你的琴声，却透出忧伤之情？近日，皇上因为边患挂心。 又提起张骞出使未归，至今还杳无音信。这的确是皇上的心头刺啊。原本与皇上约来蔚蓝亭赏酒弹琴，皇上却心系边关有变，而我一介女流，没有能力替皇上分忧。边关之事繁杂。 的确需要有人分忧。皇上要顾虑的事情太多，其实你一直在相助皇上。之前汲黯开仓放粮一事，你相助皇上隐瞒出宫调查，不怕冒犯皇太后与皇后，宁臣含烟，也是因为你关顾下人，才可找到杀他的理由。还有，你为汉室开枝散叶，刚生下第一个龙女，不也是为皇上分忧吗？ 段大哥还是这么懂得安慰我。还记得小时候，只要我不开心，段大哥就会吹嘘来给我听，哄我开心。说起来，我好像很久没有听段大哥的嘘声了。都这么多年了，那时候都不会吹，曲都不成调，难得你还笑得那么开心。可是我听皇上说，段大哥现在吹得可好了。很久没有吹了，曲都成旧调，而且我那个吐勋。 早已遗失了，还是不要缅怀往昔了，也不要被忧虑所扰。放心，边关之事，必有人为皇上分忧。 见长公兼卫青，得知皇上今日在此设擂，选将练兵，特来讨教。借力打力。 欲左先右，若危若安；欲擒故纵，若往若返。
承认。卫七。